因为这个没有震动刀的机制，所以我只能够说在割的时候先把表层割开，然后第二层再割两次。这张纸因为太小张哈，还有它中间又有折过，所以它几乎是吸不住，再用胶带补强一下。因为尺寸没有震动刀的关系，震动刀就直接上下去，那所以我选择的方式是用比较轻的刀压，我现在刀压只有设定在20，那等于是一层一层的把浪点割开，这样比较不会产生砍锡的现象。